看对趋势，你会赢无数笔，可能小错一笔。在股市中，善于观察趋势方向能提供投资者多次买点，使投资者有机会透过多次操作取得胜利。这种投资策略的独特之处在于能够长时间参与强势股的涨势，即使在某一时点卖出，投资者仍可灵活等待适当时机再度进场，持续赚取利润。这样的操作方式在犯错时风险相对较小，可能仅是一笔微小的失误，而不至于对整体投资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。然而，我们也必须谨慎看待此策略，因为市场总是充满变数，过度依赖单一观察角度可能导致忽视其他重要因素。总体而言，善用趋势观察作为投资策略之一确实有其优势，但智慧的投资者仍需保持警觉性，保持对市场的全面理解，迎接股市波动带来的种种挑战。张宇明分析师在 YouTube 频道里面搜寻的关键字，然后完成订阅按小铃铛就可以持续来观看追踪张宇明的 YouTube 频道。